这个面具很漂亮，这样的非遗互动活动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方式。一开始画的时候不是很容易，慢慢的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才画出让我满意的样子。以前我主要是通过看电影了解中国文化，看过很多成龙的电影，我还对中国功夫、中国太极拳有所了解。